在青海有一座曾经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工厂，我们在跨越大半个中国，现在已经来到了青海的大通县，在这里发现了曾经三线建设时期的工厂。从这块可以进去吗？这儿能不能进去？进不去是吧？嗯，要去那边。前门。这儿跟乌哥是一个厂吗？这个厂和那个厂是一个厂吗？就是一个厂。嗯、哦。这就是那个705厂 MS3。就是。哦。就是的啊，现在是废弃了还是？现在不知道，反正没用。可以进去是吧？可以进。哦，好吧，我们去。那边有个守门的。那边有个守门的嘞。啊、嗯。那他让进不？你跟他说就可以进。就可以进啊、哦，那刚好我们去参观一下。好，谢谢你啊。嗯。那他那挺设的方言啊，在下面在说方言的，他应该也能听得懂。有点像，可是还有点像。在得到门卫大哥的同意后，我们也进入到了厂区内。705对于很多人来说应该是一个陌生的数字，但是对于我国的核事业，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数字。705厂，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在青海大通县。这座工厂呢，是我国两弹一星的一个功勋工厂。因为呢，这里曾经为我国的核事业，包括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这里呢，也是我国最重要的重水生产企业之一。当时50-60年代的时候，国际形势很复杂，所以呢，我国开始了三线建设。三线建设呢，就是西北、西南地区的腹地叫做三线，沿海地区呢叫做一线，这里呢其实也就算是大三线了。所以在当时青海地区拥有很多个三线企业，可以看到呢，我旁边呢就是当时的一个厂房，它外面已经杂草丛生，铁门也已经很斑驳。那么我的旁边呢，这一座厂呢就是当时的化学试验厂，可以看到啊，它后面的铁门上写的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也透露着当年奋斗的精神。在这个化学试验场的后面呢，就是三座冷却塔，这三座冷却塔也是现今这一座厂遗留下来最标志性的一个建筑，它上面还长了一棵树，所以说它的建筑还是年代非常久远，而且呢也非常坚固。我身后呢就是当年的一个食堂，可以看到它上面印着五角星，也就印证着它的年代。我们所在的705厂是青海光明化工厂的代号，这个坐落在青海大通县老爷山脚下的昔日三线军工企业，虽已倒闭荒废多年，却在当年应对严峻国际形势时起到了重要作用。705厂为中国当时核武器生产提供自主研发的重水原料，改变了之前重水全面依赖苏联进口的局面。随着中国加入国际原子能委员会，重水的需求开始减少，渐渐的705厂也完成了它的使命。这里面太有年代感了，感觉这时间长得很了。这64年建好的。64年。64年。那是啥时候废弃的呀？我是00年。那是20年。20年都没人了。就是对那几年就是一个世界上接不个核武器啊、哦，我这儿子实际上都慢慢不弄核武器了，先知了。这个最好，这是生产中水的。生产中水的。风水是干啥的呀？中水是个燃料嘛，水的这个化学分子是氢211嘛，最后它就是提炼的，把这个水提炼的是氢212嘛。光氧化氢吗？以后就是搞解放，中国还落后着嘛，是做上实验的嘛。所以说这个厂也很重要的。重水是刀与氧的化合物，也称为氧化刀。在聊天中，我们得知这座705厂生产的重水主要是作为核反应堆中的减速剂，而我们看到的这三座高塔就是705厂采用水硫化氢交换法制备重水的车间。这个套机里面都是当兵部队下的，都从部队下的。现在这个套机具体真实是这个套里面的职工有2000多人。那现在这些人呢？外省人那现在是预计是的，有能力的外省人，这都是最多人可能在山东青岛嘛。
山东省道去。啊，就是有能力有肌肤的都调到外头去了。啊，那以前这有贾树楼吗？以前贾树楼就下面。啊，在我吉洼村了吗？还是？嗯，最后靠着一段往上下去，那个贾树楼，那贾树楼现在退休里面没有人了嘛，空的，也是空的。啊。但是这没水供车了吧？啊，反正那都是水供车，那路房上没水了，治不起了。嗯，没有暖气，没有水啊，疼，治不疼。人家现在又能都在社会上去，嗯，干工作啊。啊，那这些人以前都是阿塔人呀？那阿塔人呀？那个都是都有，全国各地都有的。全国各地都有。嗯。哦，这样子。啊，还是有年代感。嗯。这个确实很有历史，看起来又感觉很。啊，这以前还变成矿泉水还在这儿。哦哦，他们生产的是个塑料厂。跟日本人合资。合资这个塑料厂，就是做这个饮料瓶上嘛。拿塑料切那个瓶子。他这个最后日本人就我可做不起了，倒闭了。这个地方很舒服。哎，很舒服。就这么个，我不知道，我家也上大学的，大的个儿子今年才高起来，高起来现在在中介公司呢。啊，那跟俺一样大吗？俺也是的，那妇牛的吗？我家儿子吃虎的。啊，那还小一点。啊，还小，比你小一点。小儿子，上了个考大学嘛，考了个高职，到浙江是就这几天上班的。那也挺好的。你大儿子是在哪里上的大学？是在四川上的。四川上的。四川自来交大。啊，那也是好学校呀，学的好着呢。嗯、那是你一个人在这边吗？我就是在这儿，现在就是有啥事情跟人家打招呼，没啥事情就这么说。一个人在这儿也挺无聊的。嗯，是。有电视吗？里头有的。啊，那还行。嗯，因为没电视，一个人坐到这儿。光发手机发现场也急，也没啥事。哦，那俺就直接去兰州了。走，那俺走了，拜拜。边疆的故事还在发生，快上车，让我们继续出发。